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对线了。他好像没回家。他回家的话我就快推了，没回家的话就慢推。什么意思？自爆流氓子，这把人马抓我，应该我不怕，我应该能换一个。眼我也没有，我不插眼了，继续压吧。将战锤砸下，这波让他躺下过得好舒服。但这种情况应该往后退点，我打不了两个现在，因为这满子状态太好了，我人马在下路，那没事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哇，一过来就卡了一道暴击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你完全冲了，冲击波！是的，这不可能拼得过我的呀！火龙杰斯他凭什么拼得过我？火龙骑士四五级的时候太强了，对拼。来人了是吗？来人，我要把这波线推进去了。他还把这线一卡，好像哦还行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发出滴答滴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直接护甲鞋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，他们上中，他们上野都是物理伤害，是把护甲鞋收益很高的。而且我出了一个护甲鞋之后，他们彻底没什么机会了。直接，这丸子看到我出了个护甲鞋，他都不想打我，打老黑带相位。砍一刀暴击还是好痛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这波处理的好一点，能虐他，但是没闪现的。时刻准备。给他一躲了，我的 Q。继续压吧，我这个装备他们打野来，我应该也不怕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哎呀！没有没有，上把输了，上把被翻盘。要回家做个女神累了，不然六分钟叠那个女神要叠太久了。直鹏打满子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回家，早点把女神累做出来，不然这把女神累又要叠很久了。
六分半出的女生类，还好。我现在希望他们打野上来抓我。铺平道路。冲击波。不抓我这个蛮子太稳了。什么意思？啊？这是进步的力量。这不现在还真是你能断的吗，铁子？他还真断到了，不行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加两波兵线过在塔下，如果这波我两波兵线我能把他杀到他身上。我看打谁，打蛮子吧，就打蛮子吧。他们炸了，真炸了！把他杀去推那波线，吃那个助伤。有阿的话，我只能说，我可能只能杀一个吧。对，黄金那把输。看到人马了，打不动我的，我出了盔甲鞋。别人真打不动我。他那个装备，那我没什么办法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只能说这波蛮子被这个人马带节奏了，他存了两波线，然后人马要打一波，人马要打架，然后他就过来支援了。被打野带节奏了，还是难受啊！这蛮狗，无所畏惧，不急的，不急的，再把慢慢来。添加信号，人马要上来抓我吗？将照亮前进的路。这个筑城，这信号骗得我。时刻准备的，小心发条吧。变形完毕，我要把他大招打一下。最后一下兵，他打出来就行了，他都没必要交闪。因为这波我只想打他个大招的。我杀不死，开塔。还不下路，可以堵他，确实可以堵他。那这个塔不要推那么快，确实可以堵。实际上是根本不吃兵吧？我看他想往哪去。绝对不要回头。哎，他走这里来，应该是走这里来。哎，还是人家压根就没想上线，这不，人家压根不想上线。那我就把这塔拆了。只能拆了，不过他刚才上线的话，他也上不来。我没蓝了，是不是要退一点？今天的炮车真是一辆都补不到。正在充电。
跟他打吧，完了完了完了！OK，这小兵是真给力呀、啊！这 小兵加持，那没办法，这好运来了，怎么都挡不住。而且他还没大，刚好杀完他，我有个一，后面。我这波只能选择先杀这个人马了。因为人马的伤害比这个蛮狗的高。这波被秀，我去，这发条真的假的？这么狠吗？时刻准备着。我打蛮子、剁手这种我都带点了，狗熊我也带，狼人也要带。想要上来补刀，一步错，步接错，他打他一套。没把他大招打出来，有点可惜。那个谁来了？发条上来，我这么想把他大招打出来的。基本上玩上路就不出木刃的吧，玩上路不出木刃。玩上路的话就老老实实的推星石吧。而且木刃还被削过的。还想 K 我这个红，我都打了那么久了，你还想 K 啊？打了那么久，他想 K 有点过分了，确实，都不能给他 K。这蛮子守不住这个塔的，反正打狗熊，又其实想要带点杀他一次的。他只要敢出来一套能秒。回村，铁子们，刷个石头人再回村。对面没挂机，只是人家在塔，只是他在塔下出不来。首先都是出怨恨所怨的吧，那去刷一下，把他野区全部刷完，啊，去看，要不要去支援一下？本来是怎么直接卖，啊，算了，那就卖了。因为这把下路是优势，再吃波线再回去吧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他看我没蓝，这波应该想操作，直接开起跑了，铁子。我都没想杀他，这波我。这把整个恶心的，铁子们，这把整个恶心的装备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真的是一直在漏车，我站中吧。整个冰心再整一个夜，整个影魔刀，这把直接穿甲，把甲穿起来。这把真可以穿甲，
哎，最后一炮，我去，精准，神枪手的精准，对，有点准这个。哇！不是他这个闪现，我就不交了，我还不死了算了。 我都死了这么多次了，哦，他才死了三次，我还以为他死了很多次了。开吧，开起来！完了！我去，这人马真的假的？这么猛吗？哈哈！神枪手的精准好像是那个。 这把猫咪，还加个发条哦，这把也难打。其实他装备也好，他这波装备比我还好的，你们要知道，他这波装备真比我还好，做的这个装备，下路杀的太多了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这把又是劣势区，只能说这把不好打。 等我磨切吧。感觉到了，但我打到底是谁？这把。 这把不好单，但是人马下抓单抓贼死啊！应该说正常装备的，这个护甲在他面前根本一点用都没有，这人马怎么玩起来的？ 不好带，打团又打不过，带现在带不过，现在的处境是。我去，这个人真有点准啊！我们这泽拉斯。 把这人马杀一波还是可以打的。啥？风暴王拿的这里，哎，给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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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W 能用炮的时候就用炮吧，能用锤的时候就用锤呗，那就锤枪停炮。这时间是真的，怎么这么尴尬的这时间？ 现在是我们这边优势了，打团就看死这个人马吧，把这人马看死，真得看死。我已经照亮前进的路。
他有个木刃，他木刃触发的时候不好秒了。压中还是压下？压下了。让那个蛮子先带。先推了，我再回去，不急的。推吧推吧推吧，哇，对面 AD 死了好几次了。肯定要越塔吧，越塔不好越吧。我去，这人马什么东西啊，就进来完全管不了，处理不了，真处理不了。带个猫。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出这冰心等于白出了，真等于白出了，应该出大青羽的。还加个发条，主要是还带个球，刚开始也不能越。一区大师，一区大师。跟猫咪没什么关系吧，人马这个英雄一波就给他玩起来了。主要刚才不能越塔，不能越塔太尴尬了，真的在塔下。冰心太脑残了，主要是我觉得这把刚开始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大的优势我想出个冰心稳一下，没想到直接给这人马撞起来了。死刑的话我做不了，我要做大青羽，不然打不动他。哇，他15还做出来了，17级，有点恐怖。我单带也没用，这个时候。爬刀都打出来还可以啊，他们中路团能推进一波吗？人马没大，看他们了。人马这波没大的，我先 要先把大青羽做出来。哇，就一个关羽这么难打，每天只花1000块，这英雄这么猛。这木刃好无血出的，他杀完这个人，他还有个无敌。
对不上。可惜这波。 我看他这么久没拉大，以为他没大的这哥们。我出个重伤吧，我们这边就一个重伤，霍顿就不出了，霍顿好像又要出一下。 不重伤吧，不重伤吧，我们这边就一个死星，而且还是辅助的，霍顿重伤都要出，太尴尬了。他死了大门要掉，对我现在支持金动多一点。 这波大龙要掉了，因为打野死了。看这波了，还是难打。发条好像没有闪现，发条。 满子还一直带，就很烦。我待会要把那个开了。 刚开始不知道吧。 啊，没闪现，闪不出来。只要一开进来就输了，根本就打不了啊。AD 带也没办法，因为不带的话蛮子要偷完了。就怎么打都打不了，毕竟这个蛮子他就是能牵制我们这边一个人。哇，这人嘛，这给他玩起来了。 哎呦，这英雄，哦。